台湾泡面香喷喷，让人食指大动。来自美国有泡面达人之称的李纳许，新公布2017世界十大美味泡面排行榜，第九名就由台湾拿下。Super good. It's another one from Taiwan that has that simplicity to it.But it's just the mastery of simplicity. 这款古早味双葱油细面，明明味道不算太重，却能赢得李纳许的青睐。回头看看榜单，第一三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拉萨面，第二名则是马来西亚的香辣虾汤面，前七名都是新马地区的重口味泡面。南韩、香港和台湾则各有一款泡面上榜，连他自己都承认偏爱新马口味。The flavors from Malaysia just keep blowing my mind. 其实2015年他曾经评过十大难吃泡面，当时也有台湾泡面入榜，但他表示自己吃过的泡面不多，希望台湾厂商可以寄给他品尝。这次这款油葱拌面厂商在2016年邀他来台参观制作方式，让李纳许惊艳。厂商用心让台湾泡面扬名国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